上我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比比的律动特别好，就是那个劲儿特别对啊。脱下了观音，shadow wait for me， shadow wait shadow。好好。程琳唱的好，前面的好多那个，也就一家的你 shadow， 对，有很多这种衔接的音会很好听啊。好啊，好。很好啊，不是很好呀。你的律动已经定下来很多了，节奏都对了，节奏都对了，对对对。未知结局掩盖着超级电脑运行推算我被拆解的外壳，还要多久才能飞离我呢？还拽着时钟心跳快失控了我呢？我怎么还没变成我？也是有一点点累吧，有点拖，但是那也比强好。哪块累了？我不懂。都累了，有点累。刚开始。好，我再练练，不太熟。再炖一些，再炖一些。啊，炖一些。对对对。好，刚这个有比较好，这句不行，还踹着失重，心跳快，这是什么问题？失控了，拍子。就是前。这里前三个字都是一样的，还揣着时钟心跳，我怎么还没变成？我揣着时钟心跳，对，我怎么还没变成？我怎么还没变成？对，我揣着时钟心跳，快失控了，我揣着时钟心跳，好想踹人这样子。我揣着时钟。我们这支舞从歌词的编排上，包括这个舞蹈的唱法，都是我没有接触过的。所以我刚接触的时候我非常的吃力，我跟不上其他几位姐姐。程琳姐姐就是一遍一遍的不厌其烦的去指导我，觉得她好有耐心，而且我有进步她会由衷的开心。这些短的音的下一个字都要抢拍啊、我被拆解的外壳还有多久才能飞离，对对对，直接掩盖着 yes 超级电脑隐形的，对了、啊、对了，一半呢、啊、一半呢、啊、是吧，我画一下。小霞她是需要时间的，她只是还没有熟悉这些律动跟节奏而已。我还是认为只要你愿意花时间，时间不会辜负你。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努力很肯学的人，所以我对她非常有信心。